哎，不关台。好，那就不要关了，不要关台。怕炮，他既说今天不关台，没有啦，关台我会死啊。不会啊，你今天不关台只是开到十二点而已啊。反正今天礼拜五，你想开到几点就开到几点。对啊，开到十二点而已，没有问题的。寒假刚开始而已啦，豆哥去睡觉哦。明天补班补课会睡觉哦。哦，明天补班补课啊？为什么？是假的。他们要补，好像出事吧？啊、我没听说。好惨哦！谁出事？各种什么什么什么补课？什么都补课？谁出事？反正不关我们事。出事！你们别这样哦。谁出事啊？出事了！是出事！出事！明天要上课，还要什么补班补课？我每天都在上班啊。Yep， 上课都一样。对啊，每天都上班呢、欸。你可以每天都在放假。怕爆，会爆炸，只是你会没钱而已啊。对啊，他就要开24小时啊。嗯，什么啦？嗯，到24点的时候他就会关了。快来睡觉。24点，嗯，八八八八八，八点了，八点了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来，哎呦，哈哈基，来，我刚刚怎么听到？我好像听到不对的东西哦。没有，我说深呼吸一口气，吸个气啊！你不是希望之星吗？哈、啊，希望之星嘛，我都已经背起来了。可以。来，哎，那集每张地图都完了吗？那集，其实也就4张而已、啊。对，中间大陆玩过2张而已啊。第一张是那个什么草地的，第二张是什么岩浆地狱。那还有游泳跟那个、啊、游泳没游过，跟中间。那就来游个啊！游泳，游泳喽！游起来！游5000分，起来！有间谍，好，有间谍，游泳，就是，平常这有人开关都忘了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游泳，那就有间谍啊！好，分队。一拳跟那几敌对就好，因为他们都是新手。我也新手，我也新手，我也是新手。一拳新手，我也是新手。我新手，我好久没玩了。新手，我一个月没玩了。哇，落力吧！一年没玩了。对了，我们人人都是新手，没有，人人都是新手。分，都是新手，没有，分，有了吗？有了吧？有了。红队，红队下楼，拜拜。为什么我觉得我跟巧克力一队的时候都是巧克力是间谍？没有，你跟我们投他，然后你是国王吗？你可以直接投他，对啊，你等下开场直接投啦。对啊。怎么觉得我好想知道国王是谁的？关心吗？怎么我知道我等一下要投谁了？投我吗？先投啦！先投啦！啊！不要有职业啊！我好久没有当矿工了哦。我常常当矿工。哦，有人在扣血了。啊！哎呦！就这样开始。好。今天好冷哦，我手都流血。哦哟！又什么？又是你？又是你啊！认命吧，认命吧，国王命。嗯。嘿、哎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不玩了。Every day， every day， 下不去。别！我要上楼了，怎么？大家都太大只了。有多少家？有谁大只？大家都很大只，所以才要去健身房。对，然后就越来越大只，越去越大只。全体加一就重来了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加一一下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。不然凡，等下那如果等下下一场凡心你还是国王，那就没办法喽。就只好认喽。对啊，连任你就认了，连任你就认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对，他们那集是国王哎。
来不及了，可恶！而且应该巧克力也有知道这一点啦，对，所以才想换啊。刚刚间谍是谁？间谍是我。竟然是影月，嗯，难怪影月冲第一啊！我挖矿啊，挖矿不挖是这有差吗？没有乱讲的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们上次也是纳吉当国王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哦、所以其实应该跟这没关系啦。对啦，反正纳吉也是赌钱而已。嗯。哦，可以进去了。可以了。这么快。嗯。那队伍也是一样吗？队伍一样吗？自己选的吧，嗯、不知道看他选，然后再随机那个，嗯。队伍分配。对自己选，自己选，自选，自选，自选。蓝队。自选，自选。又刚刚哈基是间谍，然后哭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哎、欸，没有观众讲的，观众讲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刚刚为什么哈基要加一啊？还有加一吗？还有他前面他第一个加一耶，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嗯，觉得神秘，太神秘了。他不是想当间谍吗？嗯，哎、欸，分队我心脏都跳好大哦。蹦蹦，你说开始的时候吗？蹦蹦，啊不不是你也不是你啊，是我，换人了，又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完了，因为是不是是不是还是你啊？不是的。怎么办？不知道是谁了。我要假装，我要假装一下吗？假装一下。哎、嗯欸，现在更新是国王七手，不会有那本书了、哦。要十分钟，十分钟吧。十分钟后，你想投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我只看到没说想要投谁。想投谁？我们要不要集资啊？好啊，集资啊。那想要集谁啊？那谁挖到第一块就给他集。不要给杰克。好啊，他是间谍。啊？为什么？哦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是间谍。我也挖到了。又我了。杰克是间谍，相信我。先投了就知道了啊。杰克好，那等下先投进。你看，为什么你会那么笃定啊？好神秘哦。他的声音就很不一样，你相信我。真哦哦，真的吗？我来听听看。讲话、啊，间谍啊！间谍，间谍，间谍。笑成这样，投杰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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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身。不是不是，这个太了解了，这一听就知道是怪怪的。什么？我有七块钱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贴贴贴，音乐音乐音乐。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好，你们有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好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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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嗯、咻，杰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嘿，干嘛？你要什么要说？你要什么话要说？不行，你那个声音真的太奇怪了。剩下九分钟可以讲话了。为什么奇怪啊？有啊，你剩九分钟，你有没有什么遗言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什么遗言。没遗言啊？没遗言了，讲一下话、啊。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要挖钱，然后换炸弹炸国王？你可以说服大家改投我啊，搞不好我才是间谍，我在理解你，嗯、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放弃那么快啊！知道啦，你不要这么放，你要那么快放弃吗？你怎么那么快就放弃了、啊？然后一拳，你们你小心一点哦。对啊。我哎，一拳，我教你，你等一下就是盯着那个炸那个爆破兵，好，不要离开 他在一起。你不要离开他，不要离开那爆破兵。他就买不到炸弹膏你。杰克现在是很安静，在想说，等一下剩这九分钟要怎么用啊？没有啊，你这个笑声。哎呦，好，我要上去了。好，我上去。我现在好冷，我家太冷了啦。你干嘛？我手整个揪在一起。不是，杰克你干嘛？我现在没干嘛，往下挖一点而已啊。你为什么往下挖一点？杰克，你为什么往下？怪怪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个举动实在是很诡异。不是我在讲。不会啊，我自己也这样子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要挖你脚下的黄金。欸欸、你知道我刚刚、欸？我刚刚正常的挖，我也被反击挖走啊！我就往下挖嘛，好不好？奇怪、欸啊，我要阻止你啊！奇怪、欸，等下杰克真的不是，我们就笑死了。搞不好有没有真的是我啊？对啊，就其实繁星在作乱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到底是谁呢？哦，你在挖了哦，好，一块吗？这里一块，啊，这里一块啊，好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可能真的。手会抖，我的手也在抖。很冷吗？冷啊！那我刚边挖矿，画面在抖、欸。哎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受伤，摔伤没事，我没有对国王怎样。淡水那边感觉就是冷到爆炸、啊哎呦欸。哎呦哎，嘿，我抢到两个，啊，有两个被抢走了、哦。
汪汪先抢走了。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搞不好汪汪是间谍啊。好冷哦，画面都是杰克的头。好看吗？麻辣。啊，一拳说什么？我说整个画面都是杰克的头。这样好恐怖哦。不会了，很可怕哎。咦，往上去了。我想一下啊，要升级到最高级的搞要多少钱啊？50块是不是？嗯，50、60哈，60。你加你铁稿的话，哦，铁稿已经有了50，那就五十。好，反正就10、20、30这样，没有问题。一条神秘的路。哦，没有，那神秘的路不用，就只是个神秘的路，对，就只是个神秘的路，它就只是个神秘的路，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一样。嗯，啊，不然嘞，不然闭嘴。不要干扰我，又要我闭嘴了。我已经听出你的声音了。他这样很可怜啊，不要这样啦。啊、我曾经也被这样霸凌过哎、欸。你多讲话，你多讲话，快点，快没机会听到了。那我不讲了，等一下没机会了。我曾经还是被同时4个人霸凌。哎呀，我游错边了，抱歉。你游到隔壁去了。间谍。哦。我很顺手就游过去了。好，然后顺手的把绿宝石丢了。啊，我顺手去他们家，我至少还没挖过半个黄金。我要先去他们家炸一点东西吗？太惨了吧，这可以炸了吗？炸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可以炸吗？我可以炸船啊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两会不会恢复啊？会吧，不是说600秒恢复一次？真的吗？我记得没错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600一次啊。好吧，那你不要炸好了。那我先好浪费哦。那如果我在他们家生努力的话，是生我们的吗？我们的啊，我们的。那我生一个，好，一阶了，确实是我们的。OK， 没有生错家，买奴隶呀、啊？啊？去敌国买奴隶呀、啊？对啊，招外劳吗？招外劳，我在他们家丢垃圾，我不要的稿子全部丢他们家。我好穷啊！我好穷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的玻璃屋有放箱子了吗？还没吧？哦，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、欸。那我其实可以先去丢炸弹呢、欸。对，哦，你说丢玻璃屋吗？对啊，你是说丢我们的玻璃屋吗？丢他们的啦！不行，我的手真的好抖。你还好吗？是老人在玩麦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。巧克力掉到水里，巧克力掉到水里啊！掉到水里，掉到水里啊！我觉得一拳完全不懂这个梗，我真的觉得一拳不懂哎。汪汪掉到水里。慢慢掉到水里，掉到水里。不是，汪汪现在一直在赌，想要上岸，但是都上不了岸。耶，抓掉一个！有，我已经牵制一个员工了。装什么了？没事，摔到。哎呦，哎，我没有手榴弹，我只有2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有抓到100分了。我抓到200分了。200分。掉到水里了。我还拿了2朵花回来。看来不是我就是杰克了，你们选一个吧。汪汪自己在挖他们自己家里的地方、欸、啊，不是他在挖他们自己家里的那个挖矿小屋，挖矿小屋，就是我们要挖矿、哦、中间那一间吗？对，他刚自己挖，很奇怪啊，有，只是因为他不好挖哦，太硬了，硬邦邦，赌错了，好好玩啊、哦。你在猜他们台吗？对啊，我没有，我在猜那个船那个什么船上小屋啊。哦，那个小屋应该有分数吧？我记得。你小屋吗？船、啊？你说小船啊？啊，不是船啊，就那个挖矿的那一间啊。有400分的样子啊。这间不知道到底叫什么名字、欸？它有没有一个名字啊？
好像有哦，杰克，干嘛、啊？你怎么挖我们家的黄金？我挖出来的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哎、欸，间谍，给鬼给拐，给鬼给拐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敌费我一定炸你哦！队友，你敢炸、啊？我敢啊！我有腾龙套装了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脚下有金砖没挖到？就是你们两个自己在抢嘛。等一下，欸、我们的有放吗？哎、欸，我们的没人放啊！我们的没人放啊！哇，要炸了，要炸了！要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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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爆了！快，他们在刷分了。哇，这刷太快了吧！你们有人去放吗？我来，正在往上爬。我在上，我上来了，我上去。好，太多了！哇，他到底买多少啊？他们刚刚就看到影月这样做，所以他们跟着这样做吧，我想。嗯。啊！我放水了，我先放水了。好，先放水。我买箱子了。好，我先放水。我买个盾。哦，是哈记去炸的，是不是啊？巧克力。哦，是巧克力。嗯，哈基在玩，哈基在干嘛、啊？哦，他等600秒挖中间，嗯，可以去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600秒了，他们下去挖了，来不及了，准备了，门要到了，快到，门要拆掉吗？啊、白痴，我看错了，那是红掉，人家不是，看错，先去中间挖中抢中间，我也在中间，好，好，哎、欸，他好像直接在下面、欸，上一下，他们抢下面的吗？我看到巧克力掉下去了，那我们下去跟他抢啊！跑到你上面、啊，耶、啊！我摔死了，我都摔死了！我不知道那个高度是不是600了？哇，开战了！600了！上面繁星挖了、啊嗯，我挖了，挖了。好，你可以投票了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要干嘛？你可以投票了，你可以投票，你可以投票了，快投票了！奇妙。投杰克吗？没有，先验杰克，好啊，对对对，清白的就都投完了吗？可以，国王信任你。好，杰克拜拜！快打我！快点！救人！救人！他也走不了。在哪里啊？上下很难打啦！你上去！铁拳要死了啦！你上去！他买无敌了，他买无敌了，他买无敌了。